音亮眼外貌，金正演技深受众多粉丝喜爱，而他一身雪白肌肤也让大家相当羡慕。不过近日迪丽热巴开直播与粉丝互动时就提到他晒黑了，只见他将手拿起来遮住他的脸，并直呼我晒黑了，你们看不要截图。不过粉丝就笑说有回放，之后他就直接把双手摆在脸旁让大家看色差，自己看了一笑说很离谱，并表示如果出席活动色差太严重请帮他 P 图，还提醒粉丝要擦防晒，不然就会像他一样。而他的超大色差让粉丝看了都相当惊讶，不过粉丝还是觉得迪丽热巴最美，完全不在乎有没有晒黑啊。Bye.